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小姐好，就是我了。因为月娘来照着伊的时阵，伊是真美丽，又搁穿古锥啦，所以我也忍不住一时煞来甲伊起誓的。不过天青嘛知影，伊嘛是知影，也毋是比上来比咧好诶啦。大概是想过老欢喜啊。生日是全部的知影，昨暝伊梦到什么也知影，梦到伊家拢转来做阵，双人踮在云中来跑来又跑去，今夜又是看起着伊，得着相片在身边。欢迎收看《宝岛漫步》，陪你欢喜，陪你笑，陪你健康，无烦恼。欢迎张博士，谢谢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咱为这礼拜开始吼，咱张博士拢有闲吼，啊，固定吼拜登吼，甲大家见面。因为咱博士就是自然医学，真正有足侪天然的吼，诶物件当照顾咱的身体的方法。啊，咱来请咱的张博士吼来甲咱教。甲大家讲安尼，对，啊，搁有啊，咱常常在补充保健食品、健康食品，啊，到底啊是什么的养分是咱上需要的？啊，我们要怎么啊正确对的选择，然后才可以真正的、啊、照顾到我们的身体呀、啊？我们就要请张博士来跟我们讲咯。对，大家假设有啥问题吼，啊，咱张博士平常时吼无来，啊，你嘛会使留言，张博士都有固定吼诶时阵来接的时阵吼，伊得会甲恁回答。嘿，啊，时间吼比较较长的，但慢慢详细甲恁回答，第一线卡甲。豆豆啊，甲你问好详细来回答你的问题， yeah, 所以大家拢会使敲电话来留言，请教咱的张博士。Yeah. 以后吼，咱这個单元吼叫做“波导健康”，安尼您讲好无？我赞成。哦，做好诶，够健康，够健康，赞，波导够健康，我赞成，我赞成，安尼赞无？赞。啊，下一句啊，咱都要来接啊。大家做伙身体用，安尼会使袂？会使，哇，安尼蛮赞的。那张博士啊，今天是第一次，要跟我们聊什么嘞？是、嗯、哦，大家好，因为最近我刚好有出一本书，哎，对对对，因为刚好是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我们《黄帝内经》哈非常的熟悉，哦，《黄帝内经》咱古早者叫《黄帝黄帝》，哦，写一本册，哦，啊，教安身体安那健康。啊，后来研发出我们的中医，哦，这些中医就用这本册，我读中医，底下读这本册，
是是是，我知啊。教你安怎健康，啊，佮经过研究，我知影原来咱中国人是上在自然医学。我知道，所以张博士啊的这一本书名就叫《黄帝内经量子纠缠》。哎、欸，你怎样呢？这厉害！我有点夸，因为张博士有三万相关资料，很懂人。所以张博士啊是自然医学的，然后他是。知道啊，天然又健康的那个养生之道哦，对对对，所以才会出这本书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在美国读自然医学的时候，因为外国人为什么要学自然医学？因为在外国看病非常的贵，一波学完台湾有健保有健保，但看医生哦，100块、200块，我上面白拢会使看。对，啊，可外国唔是哦，伊去看医生吼，唔是100块、200块美金，可能有可能是1000块美金哦。哇，1000块美金，丢，就这般的呢，就这般的，啊，所以你外国他们没有生病的本钱，你要想办法，平常就要靠自己把身体调养为健康。哦，那他们国家也发现说，我们如何让国民学会照顾自己。所以他们国家哈，对我们像美国啊，对欧美国家，都法国，他们其实很多国家有没有他们的那个自然医学使用保健食品，国家是有给付的。哦，安尼哦，伊那看自然医学是国家有。哎，你也是医生，我有去做，对外国无吼，我开哦，啊，你无给，你无看病，哦，我开什么？我开保健食品给你，是可以健保给付的。哇，安尼哦，而且较少啊。哦，较少，我都讲看医生，我吼你看病爱开刀，哦，出去听爱抽神经，这不是100块、200块美金会使解决的，将我1-2000块以上的美金。哇，安尼足贵的呢。啊，所以你提保险是不是较俗？嘿，哦，一罐可能50块，30块。哦，啊，国家愿意给付，他们国家有这概念，我只要把国民的身体照顾健康之后，哦，你若卖破病，是不是国家的支出最少？哦，所以哈，伊就是哈外国人的观念，就是讲普通是用保养品，甲恁保养好身体健康就好啊，安尼啦。较袂破病嘛，你看病袂是安尼，你看台湾，因为我们最好的健保系统，你看健保一年爱支出偌济钱，哇，啊都无够，无够，咱去健保嘛。嘿，对对对。啊，咱带来或者家在身体够啊健康，哦，是毋是？咱是欠来会做什么？做我们的养老系统啊，哦，或是医养照护系统，哦，家身体。健康老的时候还可以政府照顾你，是不是最好？对对对，喔，这是来信来，不过咱这拢提破，拢来看病啊，我对啦，對，所以咱外国人吼，哎，智慧嘛是真好咧。伊政府讲吼，啊，我得吼保健食品吼，互恁家恁照顾好健康，安尼免钱用健保支付，身体也健康，就较袂破病。对啊。哦，啊，你也要破病，你也无爱吼保健吼，无爱吼好好啊来保养身体，要破病，你得家己开钱来看医生。对啊，所以外国很多人他们。付不起这医疗资源，所以很多人生病之后是很辛苦的。安尼吼，对对对。啊，张博士，我搁一个问题呢，嘿，啥物是亚健康啊？以前都没听过呢。哦，对，我问一下吼，其实吼亚健康吼，我最近研究发现，咱中国的老祖先，讲过啊，哦，咱个听中医是不是叫治未病？嘿，哦，咱人哦健康，无健康破病嘛，伊中医搁一个嘛，搁一个要破病进前的身体状态。好，我还没有生病，可是我身体已经不舒服了。好，看酷酷少，看医生，医生说啊，你无安怎？不过医生讲那酷酷少呢。不过医生讲你就无安怎？哦，可是你感觉那个不舒服，这个不舒服的状态，医生呢跟你说没有病，这个叫做亚健康。哦，那明明的酷酷少，医生讲无病，这个叫亚健康。是讲哦，当下就头壳偏头痛，看医生讲无啊，你就是健康的呀，你也无发烧，啊，无问题。哦。啊，这叫做亚健康。我是嘛，头壳疼，久我无发现，我叫做亚健康。我知影，以前真正无听过这個名词呢。对，亚健康吼，就是要破病进前的一个身体状态。哦，要生病之前的，嘿。算讲查无这个破病状况叫做亚健康。对。哦，啊，是讲你开始会形成慢性病的体质，还没有形成慢性病之前。之前。哦啊，可是已经不是健康的身体了。什么叫健康？哦，我是快乐的。哦啊，我冇什么哦，血压高啊，哦冇三高，哦什么拢冇，叫健康。啊，不过有的人吼，就是检查吼，就是身体解忧解忧。哦。不过检查什么拢冇病，冇病。
亚健康的状态哦，这就是处在亚健康的状态，就是即要破病进前拢检查无病，即叫做亚健康的状态。是要破病进前的身体状态。哦，要破病进前的身体症诶状况就对了。对啊，这个亚健康其实最好调，因为你还没有生病啊，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，告诉大家说如何在你亚健康的时候，赶快把身体透过很多的方式，你可以自己运动，我可以靠喝水。哦，一些像我们讲美国、外国爱吃的一些保健食品，哦，把你身体调养回去。哦，原来啊，那张博士你找来的啊，一定啊可以看到很多养生之道喽。啊，对对对，嗯，赞啦，嗯！哦，啊，张博士，所以现在人吼，哦，最爱饮迄个冰的饮料，对对，啊吼，哦，洗冷水，啊吼，哦，最爱吼暗时的运动，其实吼，哦，这是咪吼伤身体对不？对对对，因为咱讲无吼，咱人。为什么让人活到活在世间？因为让人呼吸，呼吸有这个气，啊，这个气有没有？你去看中医，医生讲，哎，你只要气虚，气休息，休息的时阵嘛吼，你就开始什么？外面的邪气，就只提起收热，热气白了无吼，汗憋未出来，因为你气不够嘛，夹未叮当，迄汗憋未出来，哦，你倒下啦，中暑，哦对，哦，身体加足热。啊，就无爽快。你看医生，医生讲你无安怎哈，可能不舒服哦，西医看不出来。你可能去看中医，中医给诊脉解，诊脉了无吼？哦，然后你就要气虚，哦，调身体，哦，啊，是讲身体湿气收大，嗯，哦，你气无够嘛吼，你烧。啊！你不要给光憋出来，啊！主要湿气主要在身体里面，哦哦，主要哦憋在内底。对，啊，所以中医就有办法调你的身体。啊，所以咱在讲我下一本册我吼，甲你教，要调这个气，要调好这个气要怎么调吼，在我在书里面就有跟大家讲。对哦，安尼大兄大姐，你点听张博士讲诶，咱先吼，安尼怎样吼，就是讲吼，咱人吼啊，受热，像日头讲啊，足大诶损吼，啊流汗流流诶，啊憋未出来，啊叫做掉痧啦。掉痧，不过这就是咱讲，咱身体的气无够。休息，休息，气虚，气虚，哦，所以咱来去中医学把脉吼，伊拢讲啊，你鼻息啦，啊，你吼气较虚啦，较虚，哦，啊较重啦，安尼就是。所以中医我都调理身体，啊，你看西医讲解你都无病啊，哦，对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吼，安尼咱是要看中医较好，看西医较好。其实我建议吼，你若无吼，我小。像我头就疼哦，一三百度啊，会讲我漏屎漏啊足严重诶，别时平常时啊身体也矮腰矮腰，还是讲我时啊感觉吼天气热，感觉小啊掉痧，好，我给建议吼，咱只健保去看中医嘛，就俗个啊，吼，挂号费150块，哦，啊医生可以给针灸，哦，哦，给你敲敲一下，这俗个我讲看中医，其实你目前可以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哦，安尼啦，先看中医一下啦，吼。即马先来休困一下，吼，博士先啉一嘴茶，啊，咱吼先来听一条歌，哈，再来继续来。谢谢。盐水出酒，要放乎袂记你。旧情绵绵绵，日卡想也是你。明知你是杨花醉生，因啊偏偏对你钟情。想你，想你。
情的老汤。甘愿看破来撇走，无情绵绵犹原对你情意够，明知你是轻薄无情，因何偏偏为你牺牲？博士哈，教咱安怎来顾健康啦？张博士，请教你一个问题哦，哈，就是顶个有一个大姐打电话来讲哈，伊食保健食品啊，愈食拢愈嘴大，后来你有甲回伊的电话啊，我有听到一点点嘛，头听到。博士，你敢会使去讲一下，这个吼是啥物原因造成伊吼有这个问题发生？安尼，我相信足侪人吼嘛，含伊这個大姐同款的，所以你来去讲一下，让大家拢听到。一般来讲，咱开始有咧调养身体了无？咱细胞开始活化了。你比方说有的人变大口，细胞里底脂肪囤积太多，困去啊，所以你嘴大的时候你无感觉。你开始调养身体之后，你气开始行的时阵，气走的时候，血咧行的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水。所以你感觉嘴大，这是身体一个很好的讯号。咱上惊身体不发出讯号。所以如果有发出讯号的时候，你赶快补充水分。其实最好的是我们平常时要不，不管身体有没有发出讯号，我们刚才说一天超1500到2000cc 的水，一天超7杯嘛，一天才喝不了，因为有时候你身体没有反应，不代表它不缺水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其实大家嘴巴是好的，表示你身体开始有感觉了。我说一个这种的案例，之前有一个病人哦，别人一卡无感觉嘛，开始调养吼，开始顾的时吼，开始会痒，会痒就生气个。医生咪讲，医生你怎袂晓医的？我这卡愈来愈痒，要安怎？本来都袂痒，今嘛哪愈来愈痒？对对对，我听哦，哇欢喜着哦，终于吼，你卡开始有感觉啊，开始有反应啊。你袂记你卡无吼，无感觉，痛嘛唔知影。即摆含痒拢知影是有恢复啊，细胞有恢复有感觉了。细胞开始活化。对啊，所以刚哥讲的，你开始你。保用身体之后，有没有？好，身体开始细胞开始改讲，哇，去打，我去打，这是好的消息咯，恭喜哦！安尼就是恭喜你，表示讲吼，你也够有迄个感觉，是是是，上惊无感觉是。嘿，安尼真正，大哥大姐，我听好清楚不？这是好的反应，好的反应，对。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张博士啊，我们的客服大姐啊，有接到一通电话说吼，伊暗时啊，食迄4-5粒咱的小安安，伊感觉足好困的，不过啊，我有两个问题。小安里面啊，不是有 B 群，我就这一点丢啊，吃了应该是会精神很好啊。那个大姐怎么反而说一个反而更好睡觉？而且啊，她大概吃4-5顆哎，安尼会伤济无？哦，但我们要因为这是个体的问题，一般咱正常人吼，咱我们缺的只是一点点的养分，好，所以你食补一2-3粒拢不要紧。透早食吼，你一天拢做有精神诶。不过有少部分的人，他身体营养素过度缺乏，导致他身体有没有对矿物质嘛欠，像维生素嘛欠，叫暗时要困时吼，身体吼它细胞属于很活跃、很躁动，所以多面上顶吼脑神经憋憋叫困未起，憋憋叫，所以吼伊诶。
身体就是缺乏足侪元素诶，足侪欠伤过侪啊，所以吼，伊困未起，怎甲食咱诶安息多面，甲食五粒，伊得到家补充，得到好困。哦，这就是个例啦。个例啊，所以这大姐可能食一两个月了吼，营养素啊补啊少了吼，开始伊搁食了困未起啊。哦，安尼大姐你有听到无？你啊吼补了有足了吼，搁开始吼暗时食就困未起，台湾你是食，你是食，表示吼你身体已经甲你顾啊恢复正常啊。对啊。这个问题你买许讲吼，是你平常时咧食物件是毛，你的膳食营养是无够的，你可能有偏食。伊就只有老人家吼，伊他可能吃素，哎、你吃素的时候你油嘛不爱加，你无食肉嘛，对、可能你很多的什么蛋你也不吃，造成你很多的维生素、矿物质都缺，可能你说哎、有啊，我都食饱啊，这是食饱的问题，是你身体欠足侪营养素。所以人讲诶，吼，好诶油你嘛有需要，好诶蛋白质你嘛有需要，吼、你若讲我有食菜哦，你有食菜，你豆类你就要多吃一点，豆类还有很丰富的一些营养素可以补充给你身体需要，所以吼，有一个个例嘛是吼，有诶人就是吼，伊开过刀，是，所以会老侪营养素吼补充都无够，对对，对无，所以暗时来食嘛是等到好困，就是安尼。你个案问题无，你个案处理。你有的人說他吃了就感覺沒精神，因為有人他身體可能比較不 OK，所以他可以調養一段時間之後可以調回正常，如果有個癖的 特殊問題，特別打電話進來問明安師，我如果沒辦法，明安師你跟他說，我會回電話，這樣喔，你如果有三本題，盡量打電話來留言，阿明姐，我阿明會跟張博士說，張博士會回電話給你，所以說有三本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電話來，電話就是0800-8638888，所以不用客氣，我們就是要照顧你的身體，把身體顧好，所以你打電話來問不要緊，因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都不一样、所以缺乏的东西也不一样、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案例、你如果是不清楚、就赶快打电话来阿明姐都会帮你服务张博士也会帮你服务、他说吃五粒是不是太多、这刚开始可能可以、因为身体不会可是我开始吃了开始晚上睡不着都要调回来、这大姐你有听话这没记得你开始、本来吃了好睡，开始吃了不好睡，你就要改变了吼，开始减量，因为正常的剂量，他一天吃三粒都够啊。哦，安尼大姐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当啊开始吃五粒，感觉足好睡，唔过吼，伊开始改调倒转来的时阵吼，你也吃五粒睡未起，就爱改吃三粒，吃三粒佫睡未起的，改下早时吃，表示你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啊，吼，补充了有够啊，安尼知影无？唔通戆戆伊暗时吃呢？主要佮天光睡未起咯，系。到天光吼，目睭金乌乌安尼，打电话来问啊，妹阿面讲啊，我是安那即晚睡未起，我是那乌脸啦，啊，这原因就是出咧。对，原因就是出来家，就是讲吼，你吼即马当啊开始，因为你吼营养素欠太侪咧，暗时食袂要紧，啊即马吼你也等啊吼营养素拢补充有够的时，咱就爱改吼暗时食，困袂起就改，一早时食，这是正常的反应哦吼，安尼，啊有尤其吼，搁一个问题，咱啊食咱的安息多面吼，放尿吼，小尿尿拢是吼黄色的，因为这是米群，这米群比较黄，啊主要咧讲。确定这 B 群化败吼，尿的 B， 你只要是化学的，你放出来尿会生会臭，会臭。啊，等下 B 群没，安息多面没哦，放出来黄色正常的，因为你身体再怎么吸收，一定有一些 B 群是吸收不掉，要代谢下来，咱排会出来，排出来之后诶。所以你放出来，咱食咱安息多面放出来之后吼是黄色，有客户卡，有观众朋友卡来问我讲，这比较紧，这有米群是黄色，正常诶。啊，唔过但是吼，你甲偏吼，伊迄米吼是无咸咸无臭臭诶米，这是正常，因咱是天然。天然诶，系无化学诶物件。啊，你啊把靠食遐放出来是有咸咸臭臭诶米，迄就是化学诶。嘿，安尼，所以咱诶无共诶所在就是伫遮，安尼知影无？安尼吼，安尼有详细无？无详细，再搁敲电话来问哦，吼，空白空空8638888。所以吼，张博士，咱有啥物吼，要搁来教咱的观众朋友讲吼，爱搁安怎来食，安怎来使用，对身体搁较好嘞。一般来讲，咱都讲的是安息多面嘛，吼。对。以安息多面来讲，那因为你身体，咱都讲的，你一天下来的那个你吃的东西，你很难去计算说，我到底食这营养素有够无？好。
你不确定这有够不够过程的喔，欸，咱咧介绍的物件，你食看卖，欸，哦，安息多面食一个，两粒三粒，欸，对我身体哦，精神较好，嗯，哦，这是需要的。哦，啊，你讲食咧吼，等到爱困，暗时食较好困，表示你身体欠够较济。哦，身体佫较去营养素无够啦。对，因为底有一个叫粉光参，哦，佮把你调起。因为咱上一集节目讲到嘛，身体要正常，气很重要。嗯，因为你气进去之后，帮助你气血循环。哦，开始有人会发出讯号啊，我欠水啊，水力无够，会嘴干，这是好消息哦，表示你细胞开始有反应了。嗯，哦，所以免惊，哦，水一缸吼2000cc 七杯，爱啉好足，啊，莫惊走便所，哦，走便所那个动作运动。哦，是。安尼哦，啊，咱搁请教咱的张博士吼，成功伊也气较虚吼，啊，咱也食吼，咱的迄种迄个粉功地包，安尼是咪会当家帮助迄气吼，搁较用，搁较好。一般来讲，因为就是咱这样就是年纪大了之后，没有，我们本来就是正常，因为我们细胞老化之后，那你吸收较无好，哦，所以你的气调不起来，但靠一些外在的环境的一些营养素来补充，哦，这是较紧的。哦，所以近慢毛医学研究吼，这些医生吼，西医哦，发现伊病人，我开药啊吃，嗯，吼病感觉吃好啊，啊检查无病，叫我病人看起来懒死懒死，无力无力，啊不过无病啊，咱都讲亚健康，哦，这时阵吼，你可以用调的上好，所以现在很多的西医师也开始会学什么，学自然医学，哦，学中医的理念，帮他的病患调身体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也感觉吼，赶快要搁神神无力，咱吼，咱波特曼无的吼，诶，粉功地包嘛，会使起来调起，迄内底佫有天然的皂苷，对心脏嘛真好呢。嗯，对。嘿，安尼，啊，咱今日吼感谢咱吼张博士，今日甲咱做这个单元，谢谢你，希望以后真正拢固定每礼拜啦，拢会当看到张博士来甲咱讲健康，顾健康安尼吼。啊，咱即卖先来听一条歌，哈，佫来继续。有缘千里来作伙，见面欢喜来饮一杯，斗阵的朋友真正多。小真心的无几个，失败的事不免后悔，打拼等待机会，朋友啊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来鼓励，时机来到，搁再来饮一杯，搁再来饮一杯。一杯，斗阵朋友真正多，可惜真心的无几个。失败的事不免后悔，打拼等待机会。朋友啊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来鼓励。搁再来饮一杯，搁再来饮一杯。时间搁到啊吼，搁有28天，就是咱伟大的父亲节啦。对，大家做伙来健康。对，大家做伙来健康。对，你看，为着要感谢咱观众朋友吼的爱护加支持，咱的吼百气十足吼报道上健康活动，哇，开始啊呢。对。为今日开始吼，到咱的父亲节，每一天都有足惊喜的吼特优惠组合哦，来感谢吼，来回馈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甲看，
有够赞。对啊，我拄仔就讲啊，咱的宝岛澳澳名啊，够好康诶，要澳给大家了。然后啊，我们会有分啊，保健系列，然后养生调理系列，跟那个休闲美食系列，哇！自今仔开始哦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组合，无同款的组合哦。这个啊，拢是阿明姐跟厂商哦特别要求的哦，所以每一档啊都是不一样的哦。嗯，来来来来，为今日开始吼、哦，你看来，好，这个较大嘞，来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康的机会哦。宝岛阿明，为今日开始是第一档啦，你甲看这个宝岛阿明吼、哦，真好、来。那你幸运通吼回购率上悬嘞，99.9999999，这些观众朋友拢更正的，就我到迄边去，你甲看，看伊有偌厉害的，偌厉害啦，唔是吼，一般吼同会的会更的保养品呢，也可以当加强吼，佮加强强化咱的血管硬度，啊，保持咱的血管的弹性，你甲看这偌厉害的，偌厉害，你甲看，啊，幸运通啊，就会帮助我们血管呢会更的健康啊，然后血流的顺畅，那防止啊血管变薄爱破去啊，咱的血管啊大条细条加起来真正足长诶，那是啊血管它没有弹性或是弹性变弱了，就亲像诶树林橡皮筋同款啊氧化了，安尼一扭去就断去哦，它就完全没有弹性咯，啊买薄去买断去哦，安尼就危险的哦。所以幸运通啊，就是伫赶紧，它在修补有可能伫要破去，啊是有可能已经没有弹性的所在啊啦。对，赶紧广告十分钟了，我赶紧来讲今日要安怎来。今日特别优惠，一天了，一天了，每一个产品拢一天哦，明仔就无啊，吼，详细听。认足听，今仔日今日一讲了，明仔就无啊，到因啊十二点，明仔就无这个信用通都无接这个单哦。所以啊，要爱赶紧电话准备好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今日安怎卖？注意听来，金龙三四五六罐，搁送一个吼，高丽菜益菌锭。嘿，对，哇，阮老爸有够搞的，就是我客客就样讲，安尼有详细无？哇，阮家吼，你甲看，一罐拢2500，平常时吼大组拢五罐尔。今日吼，为着要庆祝父亲节，所以今日六罐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罐哦，搁加一个吼。高丽菜益生菌，吼，安尼照顾你的胃，安尼赶紧嘞，安尼六罐吼，幸运通，搁一罐吼，各位的，安尼总共偌济？5000块尔。平常时吼，拢会当吼无限吼，厂商吼本来讲吼含80组，我甲讲袂使啦，平常时就加100组啊。啥物我迄特优惠，迄要庆祝吼，迄个父亲节要回馈哦，我的大兄大姐俩，啥物80组吼，我吼动作偌紧嘞，我讲袂使，爱100组，所以吼总共100组俩，袂使阁加啊！今日真正袂使阁加哦，真正100组，我有甲答应。真正100组啊，尔！所以一天的时间俩，赶紧电话紧卡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唔通错过这好机会哦！这款是真赞的，当阿出事尔，当阿出事。你看啊，这原价啊，就要17500了，今天5000块，5000块尔，有6罐，阁剩。上几罐在高丽菜那个益菌锭哦，这真的是新鲜的哦，都出世，都出世尔，够位的够位的，我都甲客来送，送给咱的观众朋友吼，为着吼要让咱观众朋友含胃嘛甲健康嘞，所以吼我都甲客来送，啊你甲看，安尼后了凹凹面包豆，包蛋凹凹面后了有功夫无？赶紧的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，卡输吼，咱我讲哦。今日干啦，今日无聊，明仔就无啊！因为父亲节的活动的好康，才能凹到这个价钱，而且只有今天一天，今仔一天啊，明仔就无啊！重点啊是100组啊，100组过了就无啊！真正100组了，所以吼，我甲因讲大兄大姐，你唔通讲明仔啊，要明仔无啊，唔免考虑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，哇！满线，满线就要满线，赶紧的吼！我讲你那养好较久嘞，可有做无用的？啊，养通就厉害，卡输你也定定，感觉头壳嗡嗡，头壳会疼。啊，你的注意力吼拢无集中，啊，你都爱注意啊，因为咱的大脑吼，咱的血管吼较细。较细颗，啊！你的大脑吼血管啊去塌掉的时阵吼，咱就足容易吼
血吼流袂顺，啊脑部的迄个血吼就供应不足，啊就会缺氧啦，啊严重的话引起吼脑出血，啊嘛吼脑血管吼阻塞，啊血管一定要保持要顺畅，安尼知影无？安尼这个时阵要保持要顺畅，就是紧卡电话来报得慢无？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把咱的幸运通可以等于做保养，今日特别优惠呢，六罐呢，六罐五千，搁送一罐吼，高丽菜。益菌定，嘿，够位的哦，关键电话点卡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真正一公了，唔通考虑哦，哦，咱这高丽菜哈，益菌定哈，照顾你的胃。好，关键的，我跟人到家等位后，等位拉着。幸运真的是很好的帮手，它对血管呐、啊、可以抗氧化，然后清血管，它里面呢、啊、还有红枣的萃取物，这个啊都可以。帮助抗氧化，然后啊，防止血管硬化，还有啊，我们动脉啊也会氧化，也会钙化，也会很容易破掉啊。啊，血管若是破去，你无发现是不是足危险的？所以紧卡电话来报血啦。嘿，关键关键电话紧卡，为什么人足侪人讲吼三更半暝的营养营养哦？迄就是吼，你吼血栓，吼血管塌掉的，啊未通。安尼吼，所以赶紧嘞，原价一罐吼2500，普通时大桌拢是5罐对无？5罐5000对无？今日吼加码加一罐，因为要庆祝咱的父亲节，今日六罐吼。5000，搁送一个高丽菜吼，益菌定哦，这吼当个出事俩，顾咱的胃的哦，赶紧电话去卡，0800-763-888，今日吼就是吼六罐。啊，搁加一个高丽菜，安尼总共吼、哦，哈5000块尔，你看买对买到这哈尼啊少，迄是因为吼、哦，今日特别要庆祝咱的父亲节，干那一天尔，一天尔，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，冇错过这个好机会哦。这原价啊，真的要17500呢，囡仔5000块，你看到的拢炸登去啦。这是因为父亲节的好康优惠活动，才跟厂商啊凹到这个价钱哦，所以。呀，今仔一天啊，尔明仔载都无啊，而且加100组啊，尔卖完都无啊哦，紧卡电话，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，真正100组尔，100组卖完超过都无啊，恁搁订都无啊，因为吼，因为厂商讲吼，你卖这个情形，敢会当予你一天的时间100组，100组超过都无，100空的嘛无，迄个一都无啊，所以赶紧电话紧卡，0800-763-888。错过这好机会，为着要庆祝咱的父亲节吼，作伟大的父亲节，要回馈咱的大兄大姐吼，支持咱宝岛漫步的节目，支持叶大哥，支持阿敏甲胡迪，所以我特别吼，宝岛澳澳民特别来澳的啦，今日幸运通六罐，搁加一个吼，迄、那个高丽菜益菌定，安尼总共加的拢可以等于，安尼全部你看到的拢可以等于，5000的电话金卡，0800-763-888。为着庆祝父亲节，我阁讲一解，注意听，详细听，咱也较慢开电视的人会无听到。我今阁讲，今日为着庆祝父亲节，干那100组尔，超过就无啊，超过阿敏真正无啊多凹啊啦，阿宝豆凹凹面已经尽量凹啊。今日吼，咱的幸运通六罐，嘿，阿哥上一罐高丽菜益菌定，吼，安尼总共才拢厉害哦，5000块，对。赶紧的电话，紧卡0800-763-888。这要安怎吃？我来讲，下早是空白吃2粒。要困以前吼，嘛会使搁加吃2粒。吼，你也会卡落的人要困吼，暗时搁加吃2粒。安尼，啊，这各位的吼，你暗时你也吃饭饱，感觉胃无啥爽快，你搁加吃一个，安尼吼。所以电话紧卡0800-763-888，唔通错过这好机会哦。赶紧卡电话，赶紧卡电话哦。今麦加剩无几组呢？等下剩几组，紧甲咱算一个，袂使超过哦。好，剩30组尔，赶紧电话紧卡0800-763-888，为着庆祝吼，咱的父亲节吼，我特别甲手上熬。熬干啦，100组尔，100组吼卖完就无啊，真正无啊，阿恁无啊都过熬吼，包到熬面尽量熬啊，吼，
我甲你讲吼，咱信心通是顾啥物？卡输你血管壁啊，较薄，相对吼，咱的血液流动吼，就会较慢。啊，就敢那像有一层迄个特别薄的薄膜吼，伊会承受不住吼，咱的水迄流，咱的水迄流，你也伤薄是毋是？一直冲，一直冲袂过，啊，是毋伊就会破去？啊，接来咱的身体就有可能产生问题，对，哎，发生足大的危险，可能会破去。嘿，啊，子宫脉的玻璃哦，子宫脉玻璃呀，就是因为血管会破去啊啦。对啊，破去的那个血液啊，流不到该去的地方啊，没有流到该去的地方啊，就会倒下来，啊，那都没有办法急救了。那就是血管破去啊，主动脉剥离，真正足危险的。现在少年人足侪人安尼。所以咱吼就爱赶紧把咱的信心通摕等于做保养，电话警察空八空空7633888。今日特别优待哦，又庆祝父亲节，这今日是头一档。今日吼六罐，搁加一个吼高丽菜吼益菌锭吼，安尼总共才5000块尔。你看到拢是100组尔，100组。哦，原价都爱偌济，17500。原价爱17500，今日都唔免，今日总共只开等于吼，哈5000块尔，电话去卡，0800-763-888，剩20组尔。讲即马卡电话入来，讲剩20组尔，赶紧电话紧继续卡，广告时间到，未使讲啊，啊咱吼来听歌，恁电话继续录来，不要紧哦，电话继续录吼，100组超过就无啊吼，来听歌。
够厉害，关键嘞，奥明有够厉害的啦！今天呢、啊，五加一啊，佮上节各位的呢，啊，也有七个呢。哎呀，今仔个有，只有今天，而且啊，只剩下20组而已，明仔载都无啊，这20组订完都无啊，紧卡电话啦！对，莫错过这个好机会。电话紧卡哦，真正吼、哦，赶紧抢抢！唱到吼101吼，伊就无啊啦，100尔。对，电话紧卡吼，电话你若紧卡就有机会。对，我紧卡电话吼，其实吼，咱遮人人体吼，新陈代谢吼，拢会较紧。啊，心脏和大脑和血液供应吼，会总容易出现那个缺氧，嘿，缺血啊，缺氧的问题。嗯，啊，因为夏天吼，拢会大量的排汗嘛，啊，体内拢会水分拢会流失啊，对，所以吼，血液循环来呀，啊，影响到吼，就对身体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请讲来。哦，来出差。嘿，来请讲。哎，你是明通啊？嘿，好，一组哈。哦。你把电视关细声，用电话打喊我讲。对。嘿，因为你啊，转电视较大声，佮用电话，你会听袂清楚。哦。嘿，一组哈。哈。好，甲你下台哈。多谢大姐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啊？安娜。我二哥吼，你二哥才甲我寄，我二人要收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帮你注明啊，好，甲你注明啊，哈，多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幸运通了，嘿，幸运通，我知，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哇，这个大姐有巧啦，新注明啦。哎呀，无，今仔过了就无回啊。对对，所以赶紧电话紧继续加，0800-763-888，唔忙错过好，这个好机会，因为吼，今日是第一档哦，因为要庆祝咱的父亲节，伟大的父。清洁，所以我特别去甲熬来，这叫做宝岛奥明，你看有厉害无？为着你，为着大兄大姐的身体健康设想嘛，我无笑迄个，一直甲熬，一直甲熬，一直甲熬，一直甲笑，因为名牌嘛，无笑什么？无笑这名牌的，我都歹势讲你，好你讲就好啊。所以讲吼，一直甲讲，一直甲讲，所以讲吼，敢若会当100组，超过都无啊。所以你若电话紧继续敲吼，难错过这好机会。你若一直卡来吼，啊，有话甲恁讲有，也够有还是无话？嘿，所以有卡都有机会吼，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-888，电话来啊。喂喂，拍谁哦？拍谁？拍谁？现在都满线呐、啊！喂，你好，哎，稍等一下。喂，你好，请讲。吴姐你好，大姐你好，来，请坐，欢迎。啊？我要点恁这边的广告诶。好，赶紧下台哈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有跳，有跳啦，内行的啦。嗯，平常时又没有这个优惠，这真的是凹出来的。真正硬凹的啦。哎呀，硬凹的，硬凹硬凹啦，有卡电话都有机会啦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阿敏哦。嘿，是。大姐你好，请讲。阿敏哦。嘿，我是阿敏，伫遮。欸、我要改订啊，搁半个月才加起来安尼。无问题，我甲你写起来吼。搁半个月哦。你要几号要收？等下甲你看日子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大姐。哇，就巧诶，大姐就巧诶。看时间吼，等下甲你回电话。因为只有今天才有这个优惠，你可以今天订啊，晚一点收到，拢未要紧哦。嘿，意思他都系大姐讲吼，过两礼拜哦，还要收啦。对。我等下看两礼拜哦，是当时遐卡电话甲你通知哈。对。继续卡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阿斌啊，阿斌小姐。嘿，伫遮请讲，请讲。拜五甲甲寄来好唔好？好，拜五哟，好。我老生够天困啊，我咧上班啊。好好，星期五甲你写起。我写作者。好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多谢大姐。哇，内行诶！小乔伊讲，我食足济，继续伫保养啦，一定爱保养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咱吼有年岁啊吼，啊因为咱机械吼，为出事吼，咱用啊，即卖已经达70年啊，电拢一定会开始吼磨损，啊拢会厉害，拢会害气，啊害气，咱就是爱甲磨练骨，就是爱甲保养啦，甲汽车磨练骨，啊咱人就是爱来甲保养、甲保养，啊就会走得更久啊，恁身体就愈健康。含阮赶快做伙拢食百二。安尼怎样无？嗯，
啊，夏天呢、啊，其实啊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啊那个心脑血管的疾病啊，在这个时候啊是刚好也是另一个高峰期哦。有时候会觉得啊冬天才会发生，其实不是哦。所以平常啊平胸期都爱保养，都爱注意，因为啊你如果没有注意，然后又做一些很激动、很激烈的事情啊，很容易导致啊血管的问题哦。所以讲吼，咱大家大细普通时都爱注意，卖讲阮啰嗦，一直甲恁提醒啦吼。咱普通时，尤其是做阿人吼，更加爱加啉一挂滚水，千万爱注意，袂使用罐的，袂使咕咕咕咕安尼甲啉吼。咱也豆豆啉，啊热天爱互加流一挂汗出来，安尼吼。啊流汗，咱较会喙焦，对无吼？啊流汗喙焦，你才会当赶紧起杯啊，起啉茶。啊你普通时也无流汗，咱都爱啉茶。喂，你好，且讲。小姐，哎，大姐你好，有卡冒，你迄个7月22号才寄。哦好，你才报名起来，好，7月22号，好好。22，好，好。多谢，谢谢，好，给你注明啊，拜拜。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大哥你好，请讲。啊。来，请讲，你上线。哎呦。你敢是这卖？报道慢无？卖向运作敢是？对，要一组是毋是？你要爱一组？对啦。好，甲你写起来哈。哈，啊，你有食过哈？啊？有食过哈？要一组啦。好，甲你写起来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多谢，拜拜。哇，真正内行的电话紧继续卡，0800-7638888。我头拄仔讲吼，咱即马热人吼，爱互汗流较侪袂要紧，啊，咱着吼流汗流较侪，咱着祛痘，多排毒。啊，祛痘吼，咱着是迄毒素拢排水，咱着爱补充咱的水分，水分你定爱啉好有够，安尼吼。啊，水分若有够，咱较毋免惊讲身体毒素无排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请讲。大姐你好，请讲，就算有听到无？你有开电话吼？嘿，报道慢无？你甲电视做关细声，用电话喊我讲。你阿敏了？我是阿敏，请讲来。无啦，我唔是要听我讲迄哦，我要去，我要提。哦，啊，我请客户甲你接好不好？哈、哦。你卖挂灯来，客户麻烦接二线哈，甲、接一个哦。有任何问题，拢会使继续卡电话哦，客服拢会帮你服务哦。电话紧继续卡哦，吼，真正爱咱普通时夏天爱补充水分，水分爱食好有够吼，爱当开当降低咱的血液的粘稠度，安尼吼，咱的血卡袂遐尼啊多。啊，水分吼啊，啉了伤紧哦，水分嘛会足紧的入去咱的血液内底安尼，会造成吼，迄、个血容量嘛会增加安尼，啊，怎样？会增加负担。所以你得袂使一盖就咕咕咕，啊，啉就会增加咱的血容量，增加增加咱的血管的负担，所以爱豆豆啉，像安尼吼，一点钟啉安尼一杯就好啊啦，吼，袂使像爱咕咕咕，伊家讲一罐一时啊啉完袂使哦，豆豆安尼，安尼啉互恁看知吼，我今日到接电话，喂，你好，请讲。哎，我要爱放在中卫路的。好，甲你下起来，好，一招，好，多谢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我请问啊，刚才说选那个选票三个东西，不好说我造起来要怎么压？我压每一个都压不出来。你讲什么？我请客户甲你接来，客户接保险，因为伊电话查查给我听拢无，嘿，来，客户甲咱接一下，客户接保险一下，伊的电话足差，我听无。对，嘿，来，继续卡电话，好像剩不到十组了。嘿，电话紧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7638888。嘿，关键卡电话。我们夏天每天喝水啊的那个量啊，就是。少量多次啊，给恁一挂，就不要一次哎那用罐呢，安尼嘛无好啊，少量多次啊，然后让那个身体排毒排汗，安尼嘟嘟啊好啦，对，才不会造成负担。嘿，你一定爱豆豆啉，适当的补充咱的水分，会当降低吼咱的血液浓稠度。啊，你卡输吼啊，嘴干吼啊，啉了伤紧吼，迄水分吼。足紧吼，就入去迄个血液内底哦。啊，足紧吼，你安尼咕咕咕一杯啉落，增加吼咱水容量的增加，安尼会增加咱的心脏的负担，安尼无好。所以豆豆啉知影吼，我紧接电话，喂，你好。喂。嘿，请讲来。大哥你好。你迄个是你袂运通宵？嘿，对。
哎，一早是外头。哦，我请客，我跟你讲，我今晚不是公告时间，未使讲哈。来，客我搞接七线一个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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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到吧？有听到不？喂，不好意思哦，继续卡电话哦，再继续卡哈，电话也无接到，不好意思，电话再继续卡，空白空空，七六三八八八，不好意思哈。嗯，其实啊，如果本来啊心脏就有问题的人啊，会常常啊胸闷或是气短这些现象啊，所以啊就会导致啊心脏。心肌梗塞这样子不舒服，那你每天呢、啊、都要建议一定要喝适当的水分啊，一天呢2000以上，安尼嘟嘟啊喝啊，豆豆啊啉。喂，喂，喂，我听到无？喂，大姐，你有听到无？喂，无听到，拍谢哦。看我麻烦接一线一下哈、欸。喂，因为现在都满线哦、喔，电话有一点拍假。电话金卡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电话跟他出问题，快，不好意思哦，继续卡电话哦，今仔那是有卡通的啊，那个会帮你统计数量啊，一百座尔，那是超过，喂，你好，无回啊，喂，喂，到底在在无听？哎、欸，大姐，你上线，请讲来。有听到无？有听到，你甲电视转细声，用电话打下嘛，免讲。有听到无，大姐？来客，我接二线一个哈，因为伊无听到我讲话哈，接二线一下哈。喂，你好，我请讲。喂，喂，喂，请讲来。哎，我吼，用一组迄个幸运通啦吼。好，多谢。但是我29号才要收哦。好，好，我甲你抄起来，时间没有哈，拜拜。喂，哈，继续卡电话哦，继续卡电话哈。小卡电话，拜拜。安怎呢？所讲的话，全然拢无影只。叶先生，你是一个聪明的斯文人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情算不甘甜，互相起立哦。若听一句我爱你，我便是憨滴滴。尤其是小姑娘，心内是真欢喜，到面上已经甲真想着。